现在是2点钟。那我们非常谢谢今天来参加政治所的20周年的系列演讲。那今天应该是第二个场次。那我们请到的是We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 的Full Professor 王元刚王老师。那他大家我想大家对他都很熟悉了，也是老朋友了。那今天那个王老师要来谈一个。大家很期待 evaluating the Asian hierarchy theory, thesis, 然后 power, authority, and order. 那我在想，我就不耽搁大家时间，然后就把时间交给王老师，谢谢。好，谢谢所长，然后谢谢听得到吗？可以吗？都听得到了吗 ？OK， 好，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政治所，而且也沾了光，沾了政治所20周年的光，所以很高兴今天有机会能够跟大家见面，还有跟一些在线上的朋友们，还有一些先进们，我有看到很多名字都是熟悉的来，所以很高兴也可以在线上看到你们。那我今天所要谈的一个题目是关于一个亚洲的历史跟国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是把它叫做 Asian Hierarchy Thesis， 就是一种亚洲的一种等级的论述。然后有个 PowerPoint， 我先把它给，对，我有个 PowerPoint， 希望能够可以，哎，这样子，那这样子应该都可以嘛？好，呀，主要就是要想想看看这个。因为目前的国关学界一般只要研究到东亚的问题，它都是从一种朝贡体系的角度去看，然后一讲到朝贡体系，就是讲到这种等级的一个秩序 hierarchy。那为什么？因为这个 hierarchy 这个概念在国关学界现在是非常的广泛，就是不光只是研究东亚的，就一般的国关的学界也在研究这个等级的就叫做 hierarchy studies， 有很多的研究，所以这是一个东亚的国关跟这个跟这国关理论界的一个可以对话的一个机会。但是我目前所要看就是说对这个这套的理论稍微有一些评述。那主要看的问题呢，主要是有这两个，就是说。因为他这套理论的一个论述就是说，认为说这个整个东亚的国际关系基本上都是用这种等级的国际秩序来这个显示出来的。那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是不是这个样子？就是说，到底这种 hierarchy 是不是东亚的一个很大的特征？那这个特征往往用来跟欧洲的比较，因为欧洲它基本上是一种比较平等的这种主权国家平等的一种国际秩序。那如果这样的话，欧洲是平等的，那东亚是不平等的，那这样两个就一种对照。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这种朝贡体系到底是不是研究东亚国际秩序的一个最佳的范式？因为我们看目前的国关学界，只要研究到东亚的历史，基本上都是用这个视角，用这种朝贡体系的一个视角。来去看东亚。那这个问题是让很早我们可以溯源到Sam Huntington， 甚至更早，就是说我们一般看到这种东亚跟欧洲，或者说跟西方的一个比较，往往看到就是说这个以东亚来讲的话，它的国际秩序基本上跟西方的是不一样的。那 Sam Huntington 在他那本《A Clash of Civilization》曾经这样讲过，就是说，基本上亚洲的人都比较愿意接受这种 hierarchy 这种等级的国际秩序。然后他认为说，在亚洲的历史，这个国际关系是遵照这种权力等级的这种 model 这种模式来进行的，然后不是像欧洲是以这种权力平衡的一种模式来进行的，所以这样就有一种对照，就东西方在国际关系上一般是不一样的。
然后他也认为说，因为亚洲国家愿意接受这种等级的国际秩序，所以他就制造了很多的和平与稳定，在东亚的历史上基本上是比较和平稳定的。但是欧洲的话，他们都是走这种权力平衡的路线，那所以说它造成了很多的冲突跟不稳定。那所以说，因为 Huntington 那时候在90年代的时候，他主要是要看看说未来的国际秩序到底是怎么样，所以他就预测说亚洲的过去会是亚洲的未来，就是说看到亚洲的未来的话，可能也是一种等级的国际秩序，那基本上也是以中国为主的一种等级的国际秩序。那这套理论实际上很早就有，但只是说还没有被发扬光大。那后来慢慢的，被国关学界吸收进来。那我们可以从一些其他的其他人的看法，就是说他们只要不光是这里讲到 Brzezinski， 然后 David Shambaugh， 甚至 Henry Kissinger， 他们基本上你看他们写的书，一讲到国际秩序，讲到东亚的话，一般都是从这种角度去看。就是说从这种操控体系，那 Brzezinski 在2007年曾经说过，或许未来的话，亚洲就是中国会从自己的历史经验来寻求一个 lesson， 然后就是说它慢慢的会塑造成一个新的操控体系。那 David Shambaugh 也认为说，他可能现在观点有点不一样，但是说2004年的时候，至少他是这样认为，就是说这个Tribute System 这种操控体系虽然是一种霸权式的，但是它不是透过胁迫的或者说领土扩张的，所以说一讲到这种操控体系，基本上它是跟和平稳定是结合在一起的。但是历史学家的观点就很不一样了，就说像这个操控体系这几个字，事实上是现代的发明，就跟那个思路一样，思路以前在东亚，在中国古代上没有人用这个名词嘛，是到大概19世纪末的时候，西方人开始使用。那以东亚来讲，这种朝贡制度也是一样的，也是这种近代发明的一个名词，但是它是用来去解释这种过去历史上的一种现象。然后这里的一些从历史学家来讲的话，就是说一讲到这种朝贡体系，他说大家要小心一点，就是说在东亚历史上没有完全能够包括一切的这种操控体系。那像 John Will 他自己就讲说 may not be the best key， 就是不见得会是最好的方式来研究东亚国际秩序的一种最好的方式，因为实际上在东亚的历史上它有很多的多样性，并不光只是有一种操控体系。那 Peter Perdue 也是基本上讲的都是同样的话，就是说你可以从历史学家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实际上是要我们大家要用操控体系这个范式，最好要小心一点，就是说要知道说它并不是全面性的。但是到了国关学界就很不一样了，就是说实际上国关学界基本上已经拥抱了这整个操控体系的一个范式。那最主要就是 David Kahn 他有一系列的文章，基本上就是说慢慢的用国关的理论去发展这套理论。那他一开始是用这种霸权稳定论，但是后来慢慢的走向这种社会建构论的一个解释。但是基本上你看他的论点跟 Huntington 的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说很早以前就是说就是东亚的这种国际关系操控体系它是一种等级的，然后结果就是说整个体系是和平的稳定的，然后跟欧洲比较起来的话，就是欧洲都是战争，因为欧洲是这种权力平衡的体系，但是东亚是一种等级的国际体系，所以说东亚的话比较稳定，没有战争。那甚至说他们是在 bandwagoning， 但后来他换了另外一个叫做 accommodation， 就他们比较愿意包容这个中国。那这套理论就是说，历史学家是要大家小心，但是国关学界就很不一样。国关学界基本上是拥抱这个朝贡体系，然后把它当作是一种研究东亚国际关系的一种范式。那很多都是比较像英国学派社会建构论，我这里讲到说 ideationally oriented， 就他们比较强调意念，从 ideas 的角度去看，他们看到这种，因为朝贡体系它的本身的论述就跟这种从意念
的角度去研究国关是非常的契合的，所以很多的国关学界就是说，只要一讲到东亚的国际关系，他们第一个念头就是朝贡体系。那朝贡体系就是可以包容整个东亚的一个国际关系。那这套理论就跟这种 hierarchy studies 结合起来，还有一些霸权研究、国际秩序的研究都结合起来，然后慢慢的就是慢慢形成一套的学说。那目前就是很多书嘛，这里有一些书，就是说基本上都从这种角度出发，就是说在这些书里面都会找到朝贡体系，然后也可以讲，然后里面都提到一个 hierarchy 这个概念，然后也是提到霸权的概念，也都提到这种国际秩序的概念都结合在一起的。然后比较有趣的就是说，这些人都是这几位作者都是研究东亚的，但是研究一般世界历史的，他们也慢慢的把这种朝贡体系吸收进来。然后比较重要，就像 Henry Spray 他的一本书《The World Imagined》，他不只看东亚，他也看东南亚，然后他也看这个回教世界，所以有三个不同的国际秩序。那只要但是看到东亚的话，就是朝贡体系。那他认为说，这个朝贡体系就是包含了整个东亚的国际体系，就是东亚的国际体系的运作都可以用这个朝贡体系的这个概念，囊括下来，然后东亚甚至自成一个国际社会，就像英国学派讲到这种国际社会。然后 Andrew Phillip 也是一样，他有看到很多欧洲的中世纪的国际秩序，然后还有其他地区的国际秩序，但是东亚是一个 case。然后讲到东亚的话，也都是用这种朝贡体系的一个角度。那这套学说到底它的主要的论点是什么？我大致把它归纳成有这五点，就是说散布在书还有很多文章，我刚刚没有提到一些文章，实际上还有很多的文章也是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的，但他们基本上有这五个不同的论点，就是第一个的话，这个朝贡体系导致了整个东亚的和平跟稳定，所以第一个就是说朝贡体系，可以带来和平。那第二个就是说关于东亚的这种 ordering principle 或者 organizing principle，它是怎么样的组织的？就是说 hierarchy 就是是一个最主要的这个国际体系的这种组织原则，而不是 anarchy。因为像那个 Walt 讲到说 anarchy 是一个 ordering principle，但是他们说东亚实际上不是那个样子，它是 hierarchy。然后第三点就是他认为说东亚的历史可以推翻的这种权力平衡的这套理论，就是说因为权力平衡理论说国家会平衡，弱的国家会平衡强的国家嘛，最后整个国际体系会导致一个平衡。那所以说 balance of power theory 这套理论只适用于欧洲，并不适用于东亚。然后第四点的话就是这个到底哪些变数比较重要？就是说到底文化或是意念的变数比较重要，还是说这种物质，像现实主义讲到这些变数比较重要？但是基本上他们认为说文化比这种物质的因素还重要，或者是说 as important as，就是或者是一样的重要。这有点不大，不同的人说法不一样，但基本上就是说，我们不光只看物质的因素，也要看一些文化意念的因素。那最后这点主要是Henry Spray 最近比较提出来，就是说他把东亚看成一种国际社会，就是说这种国际社会这种概念，并不光只是欧洲有，然后在东亚也曾经是有一个国际社会。那这个国际社会它怎么组成的啊？它的 ontology，它这个本体到底是什么，都可以用这种朝贡体系来慢慢的显示出来。那我基本上就是对这5点稍微做个评估一下，就是说看看就是说它理论上是怎么样子，然后亚洲的历史经验是怎么样子。那第一个就是说，讲到 peace and stability 这个问题的话，就是说这套理论的，就这种亚洲等级体系的这种论述的说法，慢慢的在改变。一开始是说整个体系是很稳定的，但是后来有点修正，就是说把它的论述限制在
基本上四个国家，就是说比较儒家化的四个国家，就是中国、越南、那个韩国或朝鲜，然后还有日本，就这几个都是比较汉化程度比较大的国家，他们之间彼此之间基本上都是和平共存的，都是和平相处的。然后在过去的500年来，只有2场战争，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明朝入侵越南。然后第二个就是日本那个丰臣秀吉的时候，入侵朝鲜那个时候，然后明朝派兵去，然后就是说，放观整个东亚的历史，就是说过去500年来就只有这2场战争。然后你去看欧洲的话，到处都是战争，战争非常的多。所以说相对来讲的话，这个他的论述是说，在东亚的国家，他们是比较和平的。那所以后来就有人讲了，用这个名字叫做 Confucian Peace，这种儒家的和平，这是从那种民主和平论过来，像 Democratic Peace 嘛。然后所以说也有可以有这种 Confucian Peace Theory，然后就说，在这些信仰儒家文化的这些国家里面，他们彼此之间是可以和平共存的。然后原因是因为这种有文化的，像他的这种 causal logic，他的因果链跟那个民主和平论是非常相似的，就是说彼此都互相了解，都是文化都类似的，都了解彼此。那所以说彼此有争端的话，都会有所约束，就是文化会到对他们有所约束。那有些会用这种social identity theory 这种社会认同理论，就这种 in group 我们就内外我们自己跟别人之间的那种差别，然后这种这种汉化的国家，他们有凝聚力比较强，就是有点像这种华夷之辨这样子，这种概念。然后 David Kahn 后来又加了一个 credible commitment，有点是rational choice 的一些东西。那基本上的论证就是说这四个国家彼此的边界都是稳定的，就是说没有说这个中韩之间、中越之间的边界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变动，几百年来都没有什么变动，表示说中国都没有去侵犯这些国家。然后又用这种霸权稳定论，但是后来又修改成这种叫做 hierarchy behavior，就这种等级的这种国际行为。但是我们可以看的，就是说实际上看很多的例子的话，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当初这套理论一出来，很多的国关学界就说尤其是历史学家就说没有，就是说东亚实际上发生了非常多的战争，并不是和平的。然后常常有人就拿那个中国历代战争年表，就是那个解放军他们中国军事科学院有一套书，说历史上从春秋战国到现在大概有3000多场战争，然后就是大大小小3000多场战争。那很明显，你怎么可以说这个亚洲这个都很和平的？那所以他们就举出来说，尤其是中国跟这些游牧民族之间的战争，就是非常的多嘛。然后现在有很多的内战，对不对？有些内战，内部的战争也是非常的多。那而且如果说用到文化的角度的话，那内部的战争实际上都在大家都在同一个文化的领域里面嘛。那既然都是儒家文化的同一个国家，那为什么里面内部还是打得那么严重？就是说有很多的对他有很多的质疑。然后另外一个质疑就是说，就是定义上的这种 fire，就是说把它定义出去，就是说这些并不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所以他们不算。就像 David Kahn 他有讲到，就是说中国跟蒙古这些战争不是interstate conflict，就他们不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然后他们就有点像倭寇，或者说像欧洲的这些 pirates 或者是 Catalan separatists 这些一样，就是说这些游牧民族他们是民族，不是国家，所以说他们不应该算在里面。但是有些人就觉得说这样讲也不对，因为这些战争规模都相当的庞大，就是说有些战争甚至将近50万的军队，至少历史文献这样讲的，就是说这是非常大规模的战争，然后影响的层次也非常的大。那怎么可以不算呢？对不对？所以就有一些这种争辩上到底该怎么样的算？那这个是从 David Kahn 的书，2011年的书，他所提出来的一些战争。那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
他提到就我们刚讲这两场战争嘛，唯一的两场战争，然后之后的话就是满洲征服明朝，然后满洲入侵韩国，然后清朝征服了新疆，还有鸦片战争而已。然后我们可以看，就是但是你仔细去看，像很多的战争他都有忽略掉。但另外一个讲，如果新疆，我们知道新疆那些准噶尔蒙古，如果他们不是国家的话，那这是不是就不应该算，对不对？但他还是照样的算，就是说你会觉得说有些不是很 consistent， 就是他的用一些 criteria。那我知道像我们这里傅哲明他也曾经看过同样的 data set， 就发现事实上这个 list 漏掉了很多的战争，就很多的战争他没有算在里头。那我们可以看简单看，就是说这里我有稍微把就也是从那个中国历代战争年表里面的一些战争来看的话，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大大小小还是有非常多的战争，就是说不光是针对越南，或者说针对这个朝鲜的战争，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我们不要看元朝好了，元朝实际上也有很多的战争，看看明朝的时候对蒙古的战争发动都非常多，就是说至少根据文献说至少有50万的部队，然后前前后后又一堆战争，然后另外清朝的时候也是有一大堆的战争，然后每场战争有时候动员的部队的人数都非常的多。那所以说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说东亚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和平。但是另外一点就是说，你如果真的要把它限制到只有东亚这四国，中国朝鲜，然后越南跟日本，的确是只有两次而已，这是没错的。但是这四个国家之后还有更多的战争，规模更庞大的。那所以说这个就是有一个历史，就是一个争辩的一个地方在这里。然后就这场战争到底要，就是说到底假设说如果真的有和平的话，就这四个国家，我们假设说只要看这四个国家就好，这四个汉化的国家彼此之间，那到底是怎么解释他们之间的和平呢？那这个就是这些文化理论者跟现实主义者他们的观点非常的不一样，就是说这些主张文化理论者他们会认为说这个是这共有的这种儒家文化，就跟这种民主和平论的观点是很类似，就是大家都彼此都了解，都彼此了解彼此之间的出发点，那所以说这种文化事实上儒家的文化事实上可以遏制他们使用武力。但是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就是说基本上是这种权力的大小嘛，因为一个很大，中国很大，然后其他国家都很小，那所以说你可以用这种角度去看，而且对中国来讲的话根本没有必要去打，因为那个韩国跟越南基本上都已经臣服于中国了，他既然已经臣服都听你的，那你干嘛去打他，没有必要，那根本也没有这个什么战略的价值，所以也没有必要去打他们。那所以说有人就认为说这个 peace 是 overdetermined， 就是说目前说就是很多的 variable， 但是就是还是没有办法解决，就到底哪一个真的比较因素比较重要。但我们至少就可以知道，就是说事实上有很多不同的情况在这里。那这是第一点，就是说到底这个东亚是不是和平的。那第二个这种亚洲等级的论述，他们讲到就是说就在东亚的历史上事实上并不是 anarchy， 并不是用这种无政府的状况，而且它的这种组织的原则基本上是照着这种等级的 hierarchy。那所以 David Kahn 讲到说这个 the fundamental organizing principle 是hierarchy 不是 sovereign equality， 但这点就很有意思，他不用 anarchy 这个字，他是用 sovereign equality， 这是我们待会可以讨论，就是说 那 anarchy 到底跑去哪里了。但是至少就是在国关学界来讲，还是用同样的观点来看，就是说西方的国际体系是 anarchy， 然后东方的是 hierarchy， 所以这两个是很不同的国际体系。那这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是 hierarchy？那这个一般的定义，现在基本上一般定义都把它视为 authority。那主要 David Lake 他有一系列的书，他有一本就是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他就把 hierarchy 定义成 authority。因为现实主义来讲，就是什么是 anarchy， 就是 the absence of a central authority above states， 就是说在国家之上没有一个权威可以解决争端的。
所以 hierarchy 跟 anarchy 上跟 authority 这个观念实际上是息息相关的。那 David Kahn 基本上他也是采取类似的，虽然他的定义有点不一样，但你看他写基本上他是从 authority 的角度。那最重要的是他们是强调这种社会的层面，就是说跟现实主义强调这种物质层面不一样，他们是从比较像社会建构论的角度出发，他们要强调这种 social nature of hierarchy。那这个就回到一个很老的问题，就是说当初 Watts 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anarchy 跟 hierarchy 到底是不是就是国际上只有这两个organizing principle， 还是说有不同的organizing principle？但是以 Watts 来讲的话，他认为说 anarchy 跟 hierarchy 是相反的，就两者是刚好是不同的。然后大部分的国关学者也都是认为，这两者是相反的，就是 either or， 你不是 anarchy 就是 hierarchy。当然这也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有些人又认为说这是个 continuum， 像一个光谱一样 spectrum， 就是说有不同的 degree， 那这个很多看法不一样。但是至少我们看说，以 David Kahn 来讲，他曾经写过说 hierarchy 可以在 anarchy 里面生存，就这两者并不互相排斥，就是说在这种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你还是可以有一种等级的国际秩序。但是至少就是说从这种建构主义的角度来看好了，他们基本上把 anarchy 跟 hierarchy 视成一个连续的一个 continuum， 就是说他们是 matters of degree。 那所以像 Henry Spree 讲到，就是说 less hierarchy means more anarchy， 或者 vice versa， 就是说这两者之间就是看多多少少，然后两者就是像一个光谱一样，然后不同的国际体系可能就是在这两者之间的中间的某一点在这样的运作。那关于这点的话，基本上就是说，到底什么是 organizing principle？ 实际上，不同的国关学者上用的是不同的名词。那像 David Kahn 来讲的话，他后来就不用 anarchy， 他用另外一个词叫sovereign equality。那我们可以从有一些其他国关学者也是从这个角度，从这种 sovereign equality 来看，所以说变成就是说 hierarchy 的相反到底是什么？到底是 anarchy 还是说是 sovereignty？ 对，那这点就是说，在这个学界里面，就是不清楚，就是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就是说到底这种 hierarchy 跟它相反是 sovereign equality 还是 anarchy？ 因为我们知道 anarchy 跟 sovereignty 两个又是不同的概念。那可能说它是让这两个概念在不同的 dimension， 所以说有点就是比较 apples and oranges， 就是这种有点鸡同鸭讲，就大家比较的东西不大一样。但是至少以现实主义来讲的话就很清楚，就是他们视为 anarchy 是个 constant， 就是 either or， 就是说他不把 anarchy 这个概念看成一个 variable 或是一个 continuum， 就是你有或是没有，就是说就像 Watts 讲到，就是国际政治是这种 politics in the absence of government， 就是上面没有政府。以上中文来讲，把它翻成无政府状态，的确就是很贴切啊，就是这种没有政府的一种状态，这是他的意思在这里。那所以说，他不把这个 anarchy 看成一个 continuum。那当然说，以历史上来讲的话，事实上 hierarchy 并我们知道东亚的历史上并不都这个样子嘛，所以说像宋朝的时候，我们知道它并不是 hierarchy。然后事实上我们可以更看到明清的时候，实际上也不是。当清朝崛起之后，它事实上可以跟明朝平起平坐，但至少那个大概有四五十年的时间，实际上并没有 hierarchy。所以你看东亚的历史的话，事实上并不完全可以囊括用这种 hierarchy 这个概念去给它囊括。那基本上我们看得出来，就是说当东亚的历史是有这种等级国际体系的时候，基本上是在这个有权力平衡、权力不平衡的时候，就是说是单级的国际体系的时候，我们比较可以看到有 hierarchy。那这个很简单的一个中国近代历史的表，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基本上就是有没有大一统的时候啊，有大一统的时候就是有 hierarchy。那如果是分裂的时候，就是没有 hierarchy。 那所以我们看出来，就是说基本上历史上，因为 hierarchy this 基本上只看明朝之后，但是我们如果再往前看的话，实际上可以看出并不见得。那
但即使在未来的就是最近的500年，我们看明清之间实际上也没有 hierarchy，这样基本上甚至可以用两级的国际体系来去看，就是曾经有一度是两级的，本来是单级，后来变两级，后来清朝征服了明朝，又回到单级的国际体系。那我们可以算，就是说这个历代战争年表到底有多少的战争，平均每年的战争到底是多少？当然这是很非常初步的一种做法，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基本上就是说整个东亚的国际体系并不是和平的，就是说基本上，年年都有战争，大大小小的战争，但并所以说跟欧洲事实上以战争的角度来看，并不是说真的比欧洲和平，就是我们还是在东亚可以看得到很多的战争。那这套理论，第三点是认为说这个权力平衡理论就是现实主义，尤其是 Woods，特别强调这套理论。并不适用于东亚。他说，东亚的历史基本上给推翻了，Woods 的这个权力平衡的理论。那所以他们最主要的论述是说，权力平衡在东亚不是一种 recurrent phenomenon，这是 Woods 讲他这个 recurrent。那但是说在东亚并没有这样子常常看到，它并没有不断的发生。或许在欧洲有，欧洲有这种recurrent 的现象，但是在东亚没有。然后他们就认为说这些建构主义者好了，就是说，他们认为说东亚的国家它并不 balance，他们并不会去像现实主义讲的那个样子。那基本上他们实际上是 bandwagon，然后后来又修正了说是 accommodate，他们会包容接纳这些中国的这个权利。那所以基本上又回到当初 Sam Huntington 讲到的，就是说。东亚的话是 hegemony 或 hierarchy，然后欧洲的话是 balance of power，对。然后东亚的话讲到霸权的话，有一个定义就是说，什么是霸权？是大家都愿意接受中国或者说这个leading state 的 legitimate authority，就是说这是很 consensus，就是大家愿意接受的。那关于这套说话，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在学界上，一讲到权力平衡理论，有两个东西常常被混在一起，就是说，一个是 balances，那另外一个是 balancing。那一个 balances，它事实上是指这种权力平衡的平均分配，就是 balanced distribution of power。这是权力平衡理论讲到的，就是说，尤其是 Woods 讲到说，最后整个国际体系会恢复到这种平衡的均衡的状况。但是另外一个是 strategy，就是国家会采取 balancing 的 strategy，实际上这两者是不一样的。那所以说我们在特定的国际个的这种国际关系的个案，即使我们没有看到权力平衡，就是 balances，并不表示说国家并没有在做这种 balancing 的这个举动。那就是说，即使东亚是个等级的国际体系，假设说这样子好，但并不表示说国。东亚的这些政治行为者 actor，他们并没有采取 balancing 的这个动作，就是这两个实际上是不同的东西。那为什么？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 balancing 可以是不见得会成功，会 inefficient，它可能是不会说很有效率的，因为基本上就像那个 Mearsheimer 讲到的，就是说国家遇到威胁上，第一个想做的是 buck pass，是推卸责任，因为这样比较好，让别人去对付这个这个强国为什么要我自己出面来对付？就有点像谁去挂这个猫的铃铛，到底要谁去做嘛？那所以说国家来讲，基本上遇到一个威胁，第一个想做就是推卸责任给别人做。所以说要权力平衡真的运作起来，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容易，尤其是在这种多级的国际体系，这种 balancing，不见得会很容易。那以中国历史来讲的话，就是说基本上。也有地理位置的限制，我们看得出来，就是如果越南要跟这个朝鲜两者打的话，实际上很难，因为距离实在是太远了，对不对？那所以说，他们之间，到底会不会和平，实际上，地理也有可以解释的地方。所以说，balancing 这个东西可以是 inefficient，那所以说，不见得说你 balancing 结果会导致说这种 balances 会不会导致这种权力的这种平衡，那我们可以看东亚的历史啊，基本上我们也看得出来一些，它国家采取一种制衡 （balancing） 的一些举动，比如说，
alliance 同盟的确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尤其像清朝的时候，清朝满洲跟蒙古常常都有结成同盟，尤其透过这种婚姻的关系结成很多的同盟嘛，我们也可以看出来有很多的 alliances 在历史上有很多，然后也可以看得出来说，当这个中国落的时候，基本上他强调说要这种休息、修身养息，等到国家强的时候，我们再去对付这个外侮。所以说，当国家弱的时候，应该采取这种内部平衡的 ，Watts 讲到 internal balancing 的一些做法。然后，当国家强的时候，然后再去采取攻势的做法。我们可以看到，在历史上也有一些这种的这种一些情况。那另外就是说这套理论认为说，东亚的这种国际秩序都是以霸权为主，或者以等级。这有时候这两个概念非常的接近，但是他们认为说，这种东亚的国家接受中国的这种霸权领导是一种 consensus， 它是一种自愿，基本上有点像自愿的。然后认为说，这个中国的 authority 是正当性的，是 legitimate。但它基本上这种说法基本上是这种胜者的逻辑，就是说这是以强者的角度去看，但是你小国的角度去看，这是不是真的这个样子呢？那实际上这一点后来那个David Lake 也有实际上承认，就是说 David Lake 他写了一本 Hierarch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后来写一篇文章，他也承认说他的确是忽略到这些小国的观点，因为小国不见得他会接受霸权的领导，并不是说真的是心悦诚服的，而是真的是没有办法的。那所以说，后来他们有些人也认识到这个有点是这种强者的逻辑。然后就像我刚刚讲，历史上来讲，东亚历史并不一直都是这种霸权的或者等级，像宋朝的时候，或者说明清交际的时候，基本上不见得是有这种等级的一种情况。然后他们第四个论述就是有点这种类似于这种现实主义跟建构主义的争论，就是说到底文化的因素比较重要，或者是这种物质的因素比较重要。但是至少这种亚洲等级论述的这些国关的学者，他们的认为就是说，文化的因素至少跟物质的因素一样的重要。而有的时候他们会说比较重要，这看看看不同的情况。那我们看说 David Kahn 自己讲的，他一开始曾经说过这种就是文化的因素比物质的因素 more important 更重要，但是在后面又讲到说 as much as 就是他们可能是同等的重要，所以这个有时候也很难就是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说法。然后Andrew Spruill 也曾经讲到，他也是类似的因素。他们基本上的出发点是，他们出发点是不喜欢现实主义这种那么强调物质的因素，所以他们要彰显说这种文化的因素的重要。那所以他们论述也是说，文化的因素基本上跟物质的因素同等重要，我们必须要考虑。然后也是就是说，我们刚讲到就是说东亚的这种和平，就是儒家的和平到底要怎么样的解释，他们是说用这种同样的儒家的文化来去解释。那基本上这两者之间的最大的他们为什么看法不一样，基本上只有因果就是我们讲到 causal weight， 就是因果分量的一个问题。那关键问题并不是到底文化重不重要，而是说 how much， 就是说他到底多重要。那常常就是说，很多人批评现实主义说，他们现实主义认为说文化不重要，或者是说perception 不重要，其他的不重要，只有物质权利最重要。实际上并不是，这是一种有点像 straw man， 因为现实主义者并不是这样说，就是即使现实主义者他也不会说 agency 不重要，什么都其他都不重要，只有权利最重要。事实上他们真的不是这样，他们真的是说到底哪一个比较重要，其他的当然都重要，但是这个有分量的，就是哪个分量比较大。那以这种文化或是建构主义来看，他们认为说文化比较重要，或者说跟物质因素比较重要。但是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就很明确，他们就是物质的因素比较重要，就是说
当这种文化的因素跟这种物质的因素有冲突的时候，这种物质的因素通常会胜出，就是现实主义很明确就是这样的讲。那对他们来讲，他们并不是说文化完全不重要，而是说现实主义他的看法是文化是在次等的地位，它可以补充这种物质因素的影响，但是文化本身并没有办法完全取代这种物质因素的一个影响。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从这些建构主义者，或者说从我们之前刚看的那几本书，他们讲到就是说他们基本上没有一个学者说物质因素不重要，但是他们基本上就会说对物质因素很重要，然后就是 end of story， 就这样。那么他们就开始去讲这种 idea 多重要多重要多重要。那所以说你整本书你翻从头到尾翻，就会觉得说好像就只有 idea 最重要，就是物质因素完全不重要。那所以说基本上就是说目前的这些文章这些论述之中，你得到一种印象，就是好像就只有这种意念文化的因素是最重要的。那他们不很少去会去谈到说物质的因素到底影响怎么样。我们看 Hendrix Bury 的书后来也是这个样子，然后他们也不会强调说就是这种 ideas 跟权力之间的互动，就是说比如说某一种 idea 为什么会如何被接受，它跟这种权力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子，就是为什么美国的自由主义现在是很多的国家可以接受，那它背后跟美国的权力到底有没有什么关系，这些都没有在讨论。那所以说问题就是说这个文化的因素实际上并不是在一种真空的状况下进行的。那要讨论的一个因素就是物质的因素跟文化的因素它们彼此的交互作用到底在哪里。那这个问题是在目前的国关学界比较少看到的，就是说物质的因素跟这个文化的因素。那可能一个例外是 Andrew Phillips 刚讲到有一本书 Andrew Phillips 的那本书，他有强调这两者之间的因素，但那毕竟还是少数，大部分的基本上物质的因素都不讨论，就把它供在那里。那一个要问题就是为什么通常我们可以看得出，像刚讲的，都是霸权本身的意识形态后来得到广为宣传，就像美国的自由主义或者说中国的儒家文化为什么得到广为宣传，那它跟背后跟权力的关系是怎么样子的？然后这背后就回到一个很根本的，有点像这种认识论的一个问题，就是 parsimony， 就是说就是 simple， 但中文很难翻译，有点像这种有点节俭。那比较好的说法就是说，有化繁为简，好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看像 Mearsheimer， 他是 simplifier， 他喜欢把很复杂的东西弄得很简单，但是并不是说很肤浅的意思，但是他是觉得因为这个世界实在太复杂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简化，所以对他来讲 parsimony 是很重要。但是建构主义者他们基本上是在另外一边，他们是 complexifier， 他们要化简为繁，就是说你看得出来，就是说很多他们的写作都有已经到一种哲学的层次去了，就是说很多哲学性的思考。然后因为这个问题很复杂，我们都常常讲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这个问题很复杂，的确这个问题很复杂。那所以很多建构主义者他们写的东西的确看得出来就是非常的复杂，有的时候甚至非常的玄，就是说他们是 complexifier。 那这是很基本上就是说双方对这种知识的认知很不一样的，就是说是 simplifier 或是 complexifier。 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就是站在非常不同的出发点，所以我们看得出他们得到这种很不同的 approach。 那最后的一个论述就是说到底这种就东亚的国际体系到底是不是一种国际社会。那 这主要是这个Hendrix Bury 最近的一本书，那本书还 得了奖，就是说很受到重视。但基本上就认为说就英国学派的这种国际社会这个概念并不只适用于欧洲而已，在东亚甚至在东南亚或者在回教世界也都可以用这种international society 的角度去看。然后因为这种朝贡体系背后有一些
集体的信念 collective beliefs， 就是大家都认为都基本上可以共享的一些概念，比如说就是这个 authority 是 legitimate 的，然后说每个国家的政治该怎么样的进行，然后彼此之间就是内外华夷之分啊，这种的朝贡体系里面都有一些很明显的规则，那这些规则就是说东亚的这些这些国家或者说这些的unit 这些单位彼此之间都是共都有一个共识的，那所以说因为有 collective beliefs， 那所以说东亚就是一个 international society， 就是一种国际社会。但是就是说在学界里面到底哪些是这个国际社会的成员又不一样了，就是说以 Henry Spray 来讲的话，他认为说是相当广泛的，只要那些蒙古啊、西藏啊、维吾尔啊都是这种国际社会的成员，因为他们都了解朝贡体系的规则，所以他们都 share the same collective beliefs。 但是 David Kahn 他就比较缩于缩小，他叫做 Confucian Society， 他的书讲就有一章讲到 Confucian Society， 就只有那四个国家，中国、日本、韩国、越南，就这样而已，这是个 Confucian Society。 那所以说即使国关学界对这个国际社会的界限在哪里上 也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他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是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一种偏见，就是说他比较容易陷入一种 Sinocentric bias， 就是当初 这套理论是想要避开这种欧洲以欧洲为中心的这种 bias， Eurocentric bias， 但是他们结果就回到另外一个 bias， 就是 Sinocentric 以中国为中心的。 那基本上就是说我们如果只以朝贡体系的范式去看这种中国历史的话，基本上我们会看不到其他的不同的国际秩序。那实际上在东亚历史上，蒙古上有 一套不同的游戏规则，然后跟西藏上有一套不同的游戏规则，但是目前的国关学界 只看朝贡体系的话，他们永远只看到以中国为主的游戏规则，他们看不到蒙古的或者是西藏的游戏规则。那所以说以朝贡体系角度的话，我们看到是一种片面的一个情况，就是像东亚的历史上有很多的 diversity， 很多的多样性，但是结果都被局限到只有朝贡体系才是真理，才是可以研究东亚的一种范式。那当然又回到刚刚讲的，就是说那这个物质的力量、物质的权利到底跟这种集体 collective belief 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子？那基本上就是说它不是个必要条件，但是还是需要，就是说很多的情况之下我们还是需要有这种物质的因素。那最后的一些时间，就是说基本上前面是我就是说对这个Asian hierarchy thesis 的一个一些个人的看法，但我今天这里很多是 work in progress， 就是还是有些看法可能还要就教各位的，看看各位的看法怎么样子。但最后我就是会拿主要拿清朝的一个 case 来看，就是说因为清朝实际上我们看它的历史吧，就是说它跟明朝的朝贡体系上不一样，它是事实上是非常多样性的。那事实上以清朝来讲的话，就是说它的一种以国际体系的角度或者国际秩序的角度来看，它事实上是多样性更多的，所以是可以看得出来。那首先要看的就是说我们讲到权力这个概念，事实上目前国关学界有两套不同的看法，就到底什么是权力。那第一套的看法就是它是一种影响力 power as influence，那这个主要是建构主义者的看法，或者英国学派，就是说 ideational oriented scholar 他们的看法，就是说权力到底是什么权力，它是对你的影响力，它也是一种关系，就是说对，就一种权力关系，是一种 relationship， 这是一种看法。那第二种看法是比较现实主义的，尤其像 Mearsheim， 他很明确说 power 是 capability， 它是一种 asset， 然后他不认为说 power 跟 influence 是一样的，因为如果 power 是 influence 的话，有时候你会陷入到一种 circular 这种 tautology， 因为就像美国很有权力，但是他在越战阿富汗赢不了，那这是表示说美国没有权力的，美国赢不了越战，在阿富汗也赢不了，那结果他在阿富汗越南没有影响，那是不是表示说他没有权力？实际上也并不是，所以
以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他们认为说 power 应该就是看 capability， 就是看你一些物质的能力，而不是看 influence。但是建构主义他们对 power， 就是说他们对权力的看法，基本上认为他是 要从影响力的角度去看，权力要从影响力的角度去看。所以这是两者很不同的对权力的看法，很不一样的。那这也会影响到就是很多这种国际关系学界如何看东亚的国际秩序 的一些论述。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 以这种东亚 的这种等级的国际秩序的看的话，就这以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说我们要看的第一个就是权力的分配状况是怎么样子。那基本上就是说当有这种权力分配不均，尤其我们或者说是一种属于单极的国际体系的话，这种操控体系比较容易建立的出来嘛。那第二点就是到底 authority 是从哪里来的，就是说因为这种 hierarchy studies 他们都认为说 hierarchy 就是 authority， 对不对？那这 authority 到底是从哪里来的？那基本上以现实主义角度来看，就是它还是从这种物质 的能力过来。然后对现实主义来讲的话，就是说这种为什么能够有朝贡体系，能够之所以能不能建立，主要还是基于这种物质的一个权力的一个基础在那里。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对权力的看法，那两种看法就不一样。因为如果 power 是这种 asset 的话，或是 capability 的话，你就看到说是一种 unipolarity， 就是一种权力分配的状况。如果 power 是 influence 的话，你就会去看 hegemony， 因为霸权实际上是一种影响力 的一个概念。那但是基本上来讲，就是说如何把物质的能力转换成这种政治影响力，实际上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以现实主义来讲的话，就是说对这两者是关系很密切的，但是又不大一样。那就是说你如何把你的物质的能力转化成这种政治影响力，这是要研究的另外一个问题。那我个人看法就是说，这部分我们需要的一种是 legitimation， 要透过一种合法化或者是正当化的一个方式。那像建构主义者他们也常常讲到 legitimation 的一些问题。那很重要就是说，这种 legitimation 跟它相关的就是要建立一套国际秩序。那建立出一套秩序的话，它基本上就是让你的权利得到正当性，然后其他的国家小国比较愿意遵守，然后也比较不会想要反对你。那到底什么是国际秩序？这很简单一个定义，就是说它基本上就是一些游戏规则。那这些游戏规则可以影响到国与国之间的互动。然后那这些规则是谁制定的？主要都还是由这个强国来制定的嘛。然后这种操控体系基本上它是一种等级的国际秩序。然后然后这种国际秩序它的 character， 就是它的这种特性是怎么样子，会受到这个最强国的这个意识形态的影响。然后为什么这个强国或者说这种单极国为要建立一种国际秩序呢？基本上它有几个不同的原因。第一个就是 control， 就是说它要控制其他国家的影响。就是说我们看说美国建立出这种的国际秩序，基本上它是设定好游戏规则嘛。然后这些游戏规则实际上可以影响到，可以控制到其他国家如何的进行彼此之间的交往。那如果以操控体系的角度来看也是一样，就是它是一套游戏规则，就是你要跟中国互对的话，你要接受这一套，比如接受册封，或你要每年来操控，接受一套游戏规则。那你做了合法有这种 legitimation 的过程之后，就是你可以减少对人家对你的一种抵抗。那所以说 order building 为什么要大国想要建立出一套国际秩序，基本上它是要减少小国对它的一个抵抗。那这个实际上也可以从 Robert Gilpin 的书也可以看得出来，他也提到很多很多，就是说，
他讲到说，就是为什么要大国要想要建立这种国际秩序，主要就是说要减少减少一些对他的抵抗。然后另外一个来讲，这有点像 Mearsheim 最近的一篇文章，他在 International Security 讲到，就是单极的国际秩序之下，这个就是在两极或者多极的国际秩序，这些国家为什么要建立这种国际秩序？主要是要彼此之间安全竞争嘛，叫 wage security competition。但是在这种单极的国际体系，基本上已经没有，因为就只有一个国家最大，它并不需要跟别人竞争的。那这个时候，它为什么还要建立国际秩序？主要是为了要去治理国际治理的一个问题，是 governance 的一个 issue。那所以在这种建立国际秩序的一个过程当中，很重要一点就是 legitimation， 就是这个过程是怎么样子的。那到底什么是 legitimacy？ 这个很多不同的定义，然后基本上可以用Max Weber 他当初的一个定义，就是说只是你这个秩序是 good and fair， 大家觉得说这个是好的，而且也很公平的，这样就行了。Yeah。那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说，当你经过这种正当化的一种过程之后，那其他小国比较会愿意支持你的这个单极国的一个秩序。那这很重要，就像那个 Martha Fenimore 他讲到一点，就是说 legitimation 是 grease the wheels of unipolar power， 就他让你这种单极国的权力运作比较顺，然后所以像美国提出这种自由主义的一些说法，就是说这些自由主义是对大家都好的，然后我可以提供公共财这些经济安全，那所以说这种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是对大家都好，它有一套的说辞，那也基本上就是说可以减少他们对他的一个抵抗。那所以说这是一种这种过程，就是你这种 rhetoric 就很重要，你的语言 language 你怎么样去包装就会很重要。那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重新再检视这种朝贡体系的话，就可以看得出来，它也基本上也是经过类似的一种过程，就是说以东亚来讲的话，就是说只能有一个天子嘛，那基本上是基于儒家的文化，那以儒家的文化来讲的话，就是 hierarchy 是一种最好的一种情况，像荀子也曾经讲到，就是说这是一种最自然的一种状况。那所以说，为什么中国的皇帝都会讲到我得到天命，就是比方说 I have the right to rule， 那这就 authority 的一个定义嘛，就是说这是一种 authority。那以中国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这个朝鲜的国王、越南的国王基本上都是他的臣子，所以这跟现在的国际关系很不一样，就是说他们基本上是这个皇帝的臣子帮他做事的，所以这个 hierarchy 是这样建立起来的。然后很重要一点就是新的领导者必须要经过中国的册封，这就跟当代这种外交承认非常的类似，就是他必须要经过中国的承认，那你才有这种正当合法性。然后其他国家都要派定期，看每个国家不同，定期要派这种朝贡团到中国去。但从中国角度来看的话，就是当你万邦朝贡的时候，比方说你这个天子就有合法性，正当合法性。所以说对中国来讲的话，就是有这套的一个作用。那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看清朝的国际秩序啊，实际上就会发现说，它实际上跟明朝的很不一样。就明朝基本上就是只有一个传统的朝贡体系，但是清朝实际上又增加了不同，就是说主要是跟蒙古。跟西藏，它用的是完全不同的游戏规则。那这点在国关学界上，基本上是被忽略，就是说清朝跟蒙古跟西藏之间。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以清朝来讲的话，我们常常看到他在汉人的这部分是怎么做的，就是说对汉人来讲的话，清朝所做的做法基本上就照儒家文化的传统的说法，就是说，当这个皇太极在称改国号为清之后，他就开始称为皇帝，然后
然后认为说这种天命已经转移了，明朝已经失去天命了，然后他已经是新的天子了，所以他接受儒家这一套的说法，就是说儒家传统如何对皇权的合理化，他都接受，而且有很多的汉人帮清朝做事，所以清朝有个汉军八旗，就是当初帮他打天下的，有很多的汉人在里面，然后对中国的治理基本上直接由皇帝直接治理。就是 direct rule， 然后他用了很多传统的中国制度嘛，像那种六部吏户礼、礼兵刑工，然后明朝的一些当初的官僚制度完全的接受。那所以传统来讲的话，在这种汉人的部分，清朝是直接的统治，这是很明确。那这我们一般看到的朝贡体系是在这边，但是在蒙古那边实际上是很不一样的，就是说。清朝对蒙古的统治是用传统蒙古的方式，它跟汉人的方式是不一样的。那主要就是说，我们可以从努尔哈赤那个时候，甚至到那个皇太极的时候，他们都以大汉的角度来自称。那基本上就是蒙古人能够接受的这种 legitimation， 就是说这种合理的 authority 到底是怎么样子的。然后因为蒙古也信藏传佛教嘛，所以这个满人也非常的接受这种藏传佛教。然后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1632年那个皇太极为什么一天到晚非常想要打败这个一个叫林丹汗的，因为他是成吉思汗的后代，然后他是蒙古的大汗，然后他为了要得到这种合法性，他必须要把他击败，所以1632年终于把这个林丹汗击败了。然后他得到两个很重要的，一个是玉玺，就是传国玉玺，然后这表示说他有一个合法性。然后另外一个，他得到一个叫做大黑天神，一个是忽必烈的那个保护神，然后他有一个塑像把他找来，然后这样子表示说我从此之后我可以正当的说我是蒙古人的统治者，因为我是蒙古大汗的。那这个跟汉人的做法是非常的不一样，他是照蒙古的方式去进行的。然后以行政来讲，对蒙古来讲，他并不直接统治，他是用间接统治，他还是用蒙古的王公贵族，就是蒙古当初的一些王公贵族来帮他统治。那所以说，基本上是让蒙古人自己管自己，然后给一些蒙古的这个汗大汗一些就是一些官爵，然后给他们很多的福利，一些世袭的福利，让他们都很愿意帮清朝做事。然后又那个清朝的八旗有一个蒙古八旗嘛，所以蒙古实际上地位只低于满人而已，还甚至还高于汉人。然后满蒙之间还往往通婚，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密切。那这道的传承是从中亚过来，并不是跟中国有关系的。那这套我们在国关学界。基本上都没有人在看，然后跟西藏也是一样的，就是说跟西藏的这种关系又很不一样。他用的一种叫檀越关系，就是说传统上就是说以藏传佛教来讲的话，就是清朝的皇帝是保护他达赖喇嘛的，然后达赖喇嘛又给清朝的皇帝一个封号，所以清朝皇帝被认为说是文殊菩萨这个 Manjushri 是那种文殊菩萨的意思，就是说他是文殊菩萨的一个转世。那所以说靠这种方式，然后清朝可以也可以 claim 说我是这种西藏的一个统治者，因为传统上就是说他跟这个达赖喇嘛建立一种叫做檀越关系，然后他本身清朝的皇帝本身又是文殊菩萨的一个转世，那所以说藏人就会愿意服从，就是说表示说，你都符合我的这种 legitimacy， 我的游戏规则。那所以他对清朝对西藏统治也是间接的，跟对汉人不一样，对汉人是直接的统治，但是对清朝也是间接的统治，主要还是靠达赖喇嘛。但是清朝有个那个驻藏大使，就是说驻藏大臣也，然后。但是以清朝来讲，清朝的皇帝是达赖喇嘛的一个保护者。那这张画就很有意思，就是说乾隆的一张画，它是一个文殊菩萨，就是说这个画上
这个脸是郎世林画的，但是周围的东西可能是别人画的，就最后这张脸是那个是郎世林后来他把它画上去的，但是就是说这跟我们汉人的想象是非常的不一样，这是给藏人也是给蒙古人看的，因为蒙古人也相信这种 藏传佛教，就是说我是菩萨的转世，那所以说我对你的统治是有合法正当性的，那所以说秦朝实际上对这个东亚的统治实际上是相当的多样性，并不光只是有这种朝贡体系而已。那所以国关学界往往只看朝贡体系，实际上是忽略了，实际上还有其他不同的可能性。所以说，我们可能需要就是要跳脱这种朝贡体系的一个羁绊，就是说。就以国关学界来讲的话，我们不光只研究朝贡体系，这毕竟它是存在的，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在东亚的这块土地上，同时也存在着不同的国际，你用国际体系的角度来看好，或者说不同的游戏规则，那这跟汉人的方式是相当不一样的。那很多的这种合法正当的这种策略是从中亚的传统过来的。跟这个东亚的儒家文化是很不一样的。那所以说满人来讲上非常的厉害，就是说他跟汉人跟蒙古跟西藏上他建立从不同的游戏规则不同的秩序，所以他是一种非常多样性的，可以说他是一个帝国好的或者说一种世界秩序。那所以说以国关学界来讲的话，就是说朝贡体系上是有一种限制，就是我们可以试着超越他的一个看法。那最后结论就是把刚讲到一个很根本的地方，就是说以国关学界来讲的话，就是尤其是现实主义跟建构主义彼此之间的一个争论，就有这两个地方，一个是化繁为简 simplifier， 或是化简为繁 complexifier， 那这个是两种很不同的研究方法。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也变成说这是现实主义跟建构主义的两种不同的研究途径导致的。那另外就是权力到底是什么，以现实主义来讲的话，它应该是就是 capability 或是 assets， 但是以建构主义来讲，他们权力是一种 relationship， 是一种关系，也是一种影响力。所以我们如果要衡量这两者的作品著作的话，基本上要看清楚，就是说他们到底是怎么看权力的，怎么样的界定的。然后第二就是说，这种亚洲的到底是不是等级的国际体系，基本上还是得看这种权力平衡的一种状况，到底是不是单级的，或是多级的，或是两级的。然后可能就是像刚才讲的，就是说朝贡体系很重要，但是我们可能不要受到它的限制，要了解到说它是实际上是有限制，它可以。可能让你看不到其他的不同的可能，国际秩序的可能，就像蒙古或西藏他们的做法。那最后就是说，到底物质权力的角度在哪里？就是目前的国关的研究东亚历史的，基本上很少会直接看到物质权力的影响，现在只看到这种政治 political influence， 就看到 hierarchy 和 hegemony， 就是说看到这部分。但是对这种物质权力的影响到底是哪里，基本上还是比较少的。那未来可以再多研究这一部分。好，那可能用的时间太多，我就到此为止，谢谢。没问题，非常精彩，非常。王老师今天来的演讲专门在谈是有关于Asian hierarchy thesis 的一些的概念，然后提出来有五个propositions， 然后王老师在逐一的从各个不同的文献里头去检视这些五个 propositions， 然后接下来还用了那个当时的清朝当时的一个案例，跟蒙古还有西藏的案例来看一下这个朝贡体系。我知道现在国内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在走那个历史与国关的这个路线。有一位那个圣母大学 Notre Dame 有个 Victoria 会。就是他的有一些东西其实特别有趣，我想很多人都知道他，就是他是把
用西方的 balance of power， 甚至于他是去看到中国早期的，也是我觉得他大概几年前，我当时跟他在谈，就谈到就很像是那个历史与国关的 approach， 但有很多的 debate， 我觉得就是今天感觉上像是回到二十几啊，我也不止二十几年前，当时在美国念书，好像上了一个 IR 的一个 seminar， 非常非常有意思。那我自己心里头也好多的疑问。那个在场我不晓得看一下有没有人针对于那个王老师有想要提问？哎，那个吴玉山吴老师，那您请说，谢谢。非常谢谢袁刚兄啊，其实很有意思。我在想啊，你的你批评的对象啊，主要就是认为东亚是和平的这些人，他把它诉诸于文化的因素，特别是诉诸于朝贡体系。那么你对他做了很有力的反驳啊。那我的感觉是这样子，就是说，第一个，究竟东亚是不是相对和平呢？这个就是 David Kahn 跟人家打了多少年笔仗，在讨论这个事情。那你或许认为说，这个儒教圈里头的这些个国家，或许有相对和平。那第二个，为什么这里会有相对和平呢？那就有两种解释路数，对不对？一个是文化的，一个是现实主义的。那你说文化的解释路数的人，就是现实主义这个摆一边，就尽讲去文化，所以它就变得很复杂。那现实主义就希望能够有一个简约的解释哈。那我觉得你的看法是这样子，就是说，不是文化跟现实主义这是两条平行的解释路线，而是你把文化用现实主义去含摄进去了，认为那个文化其实是强者他所想象出来，把他自己的权力变成影响力的那一种方式。所以既然这样的话，文化当然就不是最主要的，而权力才是。好，那另外你又说那个文化呢，也不是只有朝贡体系，因为像是这个清朝的话，他就用各种不同的legitimizing 的这个方法，然后来建立这个合法性啊，所以这样的话就打击了两次那个东亚的这种讲朝贡体系的人。第一文化不是那么主要的，它只是一个中介变相而已。第二，他们讲的朝贡体系只是文化的一种，其实像蒙古像这个满清人，他可以用这个，又用对蒙古的方法，又用对西藏的方法。我不知道我这样子来看是不是这个您这个演讲的一个主旨啊，我感觉是这个样子。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但是现实主义者其实也是有不同的看法的，对于什么会造成和平或者是冲突。在我的感觉里头，您似乎是已经比较偏向那个层级主义，就是这个霸权稳定论的看法了，就是权力最大的塑造了一个文化的这种想象制度合法性，然后透过它来制造国际秩序，然后以便于它来统治，别人也不可能去反抗它。有点像罗马和平、美国和平、中国和平、儒家和平、民主和平 whatever 啊。那这样的话，是不是代表你对于传统的 BOP 的看法就觉得这个里头是有疑问的，不适合于运用在东亚？也就是说，东亚如果有相对和平的话，它的原因就是由于权力的集中，所以这样的话是这个 hierarchical stability， 而不是balance of power， 因为 balance of power 总认为你要有权力大致相等的，这个才容易维持和平。所以如果说根据您的这个讲法哈，归于是现实主义 一种看法的话，那么在现实主义里头您是怎么看这个 hierarchical stability 跟 balance of power 呢？谢谢。那
因为我们今天因为现场还有线上的人特别多，我们再多 solicit 一位，那新之兄，那等一下 David Kong 的学生可能要提问了，来，好，谢谢兄，谢谢，好，谢谢主席啊，给我这个机会跟王元刚老师一起来对话，我觉得今天那个收获很多。那元刚老师其实最后面就是针对一些研究的一些可能路径提出一些思考的方向，我也觉得深表赞同。那我提出一个想法，就是说，因为元刚老师其实我觉得说整个的关键其实还是来自于国关或是政治学对于权力的定义嘛。啊，那其实上元刚老师讲说国关都把权力定义成是一种 influence 或是一种 capability。但实际上如果我们看政治学的一些对于权力 power 的讨论里面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国关里面对于权力的定义能够趋向到政治学 political science 里面对于权力的一些讨论，然后在趋近的过程之中把政治学对于权力的一些想法跟概念然后能够应用到国际政治的讨论里面。我相信这对于不管是对于国关或者是对于政治学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注意。比如说像这个很多政治学里面其实对于权力有四种看认为权力有四种面貌嘛，第一种就是控制结果嘛，控制议程嘛，控制这个制度或是概念，然后甚至控制研究方法，控制你的思维嘛。所以如果我们从这四个概念来看的话，即使来看明清也好或是近代美国的统治这个世界建立秩序，其实都可以用这些四个面貌的这个权力的定义来做一些解析。相对于我们现在所常用的国际政治这种所谓 influence 或是 capability 的这种权力的概念，其实有更多可以发展的空间，然后想用这个来跟元刚老师请教一下，谢谢。好，那请王老师稍微做点说明，谢谢。谢谢两位的问题都非常好，也很不好回答。我先从吴玉山老师的开始好了。我觉得你讲的有点对，但是关于权力平衡理论来看的话，就是说主要我的观点是跟刚讲，就是我们要区分这个 balances 跟 balancing， 就是说权力平衡论以 Watts 来讲的话，他的预测是说最后会有平衡的国际体系，就是说最后会有 balances。那我的观点跟他不一样，我的观点是认为说，因为 balancing 是 inefficient， 所以说采取 balancing 不见得会导致 balances。然后所以说我的观点有点像霸权稳定论，就像您刚讲的，有点像这种霸权稳定论的概念。但是我并不排斥说 the strategy of balancing。就是说国家遇到的强的国家的时候还是有可能采取这种叫什么制衡的一种战略，但是这种制衡的战略会不会导致成这种平衡的国际体系是另外一个问题。那以 Watts 来讲的话， Watts 认为说 balancing 必定会导致 balances， 会导致说平衡的国际体系。那我的观点我是认为说balancing 采取制衡不见得会导致权力体系的平衡，这还要看很多不同的因素来考虑。Yeah. 所以说如果说要以我来解释说东亚为什么会和平的话，我基本上会是从霸权稳定论的角度去看，这些就像您刚讲的没有错，但是我并不会排除 balancing as a strategy， 就是说国家还是有可能会采取这个balancing 的一个 strategy。然后另外刚新智兄所提到的问题也非常的好，事实上也是我最近开始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最近常常开始念到比较政治的一些东西，一些文献，像这种 institutionalism， 然后还有像您刚讲到，就是说政治学对权力的定义是怎么样子，我实际上后来
最近有一个体会，就是说国关事实上跟比政事实上关系相当的密切，就是说比政的东西我们国关真的需要读，尤其是像国关，像刚刚那个所长提到的，许田波讲到，实际上他有讲到 state formation， 就是我们国关一直讲到 state， 那到底什么是 state， 实际上也是很重要的概念啊。这个我们要从比政里面去取经。那我最近也开始去看这方面的东西，也觉得这样有很多的启发。所以您刚讲到，就是回到政治学对权力的定义，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观点。我是觉得我们国关事实上真的要去看一下，就是说比政或者说政治学传统上对这些基本的概念，像政治学也提到 political order 啊，那跟我们的国际关系的国际秩序事实上也是很有相关的一个概念。所以我是觉得因为都是同宗的，所以事实上要回到根里面去找。那所以说您的建议实际上非常好，我实际上也会朝着做，那也希望有机会能够跟您互相的切磋，看看这方面要怎么样的走。Yeah， 谢谢。刚才线上有一就是魏梅娟，应该是政大国关中心的魏梅娟魏老师，她问了一个问题，她说依照那个王老师的您的意思呢，她这边所指的是不是有关于那个legitimation 的 strategy， 就是合法化的那个策略呢，能够把国家的那些的capability 从 material 转化成为它的那个 inference， 这是不是您的意思？那他想这没问题啊，我们大概可能在 solicit 可能一位到两位，那就冷老师，然后那 David Kang 的学生。啊，非常谢谢王老师哈，我觉得跟以前一样，每次听都很有收获啊，让我去想很多其他的事情啊。那我想请教一下王老师哈，就是说，就像王老师刚刚所提到，就是说整个的那个 hierarchy 跟这个朝贡体系这个概念哈，一方面是西方发展出来的概念，一方面是有点中华中心 ，Sino-centric。事实上，我们有点假定说，只要是稳定，好像大家都很愉快。那事实上不见得是在这个状况，在过去2000年的时光里面，这些朝贡国可能都处在一个非常不愉快的状况，而这个状况可能，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就在做这个研究哈，我们也不是只是做历史研究，我们还是想办法回应到说这个东西怎么样影响到现在的东亚的这个国际体系，还有未来的国际体系，所以我在想说。这个不愉快的朝贡体系，这个历史记忆是不是进一步的投射到现在的国际体系里面？譬如说，表面上，这个朝鲜啊，跟这个越南都臣服于中国，好像在，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和平的一个状况，又没有打仗啊等等的。那诚如刚才王老师讲的，事实上是没有办法，因为它实在太大，我们打不过它。第二方面是。中国跟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往往是用一种羞辱的方式，譬如说我派宦官到你那个地方去作为我的使节，或者你来之后一路跟你索贿，就整个的印象并不是我们在书上所讲的以德服人啊，然后这个孔教能够那个治天下这种东西。我觉得不知道这种因素哈，这种就是说朝贡体系里面的实际的深层因素，假如从朝贡国的角度来看，怎么样投射到现在的东亚的国际体系？譬如说，我最近在看一些这个资料哈，就不少韩国的学者有讲，不，秉佩刚好也在线上哈，韩国的学者讲说，与其作为一个中国的属国，我觉得做美国的同盟国还是比较好。也就美，事实上就现在状况来看，美国还有军队在韩国，那事实上中国是没有真正的实际的干涉在韩国里面。但是整个心态就是历史的记忆的遗留，那这个我不知道跟原来所谓我们以为很和平的东亚体系是不是有相关。那又譬如说最近应该是陈军馆大学吧，他有做两套的那个 survey， 一套是问中国学者，一套问韩国学者，问他们同样一个问题，说你觉得说中韩关系目前有困难，最主要是什么原因？那中国的学者都说是因为结构的问题，事实上就是美国的问题。那韩国学者说不是，都是历史文化跟它的冲突的问题。所以这个事实上有很大的一个差别，所以让我想到说，这个朝贡体系的现代意义跟当初从朝贡国的角度来看的历史记忆
遗留到现在，是不是有什么相关性？谢谢。谢谢所长，然后也谢谢王老师今天很精彩的演讲。其实孟成上也算是帮我复习我的老师曾经讲过哪些话，然后您把它梳理的非常好。然后其实在某种程度上面，我的一些看法也是跟您类似。不过我第一个想要先稍微梳理一下，就是说其实双方的立场上的不同，其实会有一些前提问题需要解决，然后接着再看说这个辩论应该怎么样继续开展。那在我看起来，其实就是如果假设我们说你们是立场相异的双方的话，其实有一些问题是在我觉得在前提上就要需要解决。第一个是在中国历史上面朝代更迭期间的这个战争应不应该算成就是是战争，然后算成是在体系内的战争。因为如果是按照 David Kahn 的说法的话，他朝代更迭战争他一律不算，他算成是一种内战，或者他是说基本上就不是国与国之间，所以他不是国与国之间，他就不认为是体系影响到体系稳定的。但是比如说包括您跟许田波教授的话，都会觉得这个虽然不是国与国，但是他的确影响到体系的稳定，所以他应该算。所以这是第一个前提问题需要解决。第二个是我们可不可以接受像比如说 David Kahn 的一种分类方式，就是你还应该进一步的去细分中国对Nomad 跟中国对那些 Sinicized States 的就是发动战争的话，他们取向是不同，所以他们在根本上是不同的。所以你如果可以接受的话，那么按照 David Kahn 的说法，就是你先把朝代更迭的战争全部都剔除掉，你接着再去比较的是中国跟 Nomad， 然后中国跟 Sinicized State 的这个频率，然后最终你再把它拿去跟西方比的时候，才可以得出就是这一系列前提你都要能够接受，才会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东亚的这个体系是相较之下有一个就是 relative 的 peace。 我觉得就是如果假设外部的旁观者在任何一个前提的这个环节上面是不同意的话，那么其实 David Kahn 的论述的话是会有一些动摇的。那所以我也是辩论的其中一部分，我就知道说这个辩论其实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经常在不同的地方会受到不同学者的挑战，所以我只是想把这个东西先点出来。我接着想要问两个我自己想问的问题。第一个是也是蛮扣到刚刚任老师所说的，就是其实你看到稳定，但是那个稳定是怎么达成的，可能是在很痛苦之下达成一个稳定，所以它未必真的是那种很热切的这个和平，它有可能是一个冷的和平。那刚刚王老师您也有提到，就是说其实东亚如果就算我们接受相对稳定这个说法，它可能是一个 overdetermined 的一个结果。那我在想的是我们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在一个过度决定的一个情境底下，我们要怎么样去看说到底是哪些因素在扮演的时候，我们一般情况下是去推就是演绎出一些 additional 的 hypothesis， 然后让这些理论他们能够做出不同的预测，然后接着再看说这个经验实际是符合哪一个。可是我都没有看到就是现有的哪一方能够做出这样的一个做法，所以我刚刚就想到我们有没有可能比如说可以从权力转移理论当中的一些东西去看，就是结合刚刚任老师所说的，我们是否可以去看的是在底下这些朝贡国或者说周边的一些国家，他们到底是对于体系是满意的，所以他们根本就不挑战从而让体系稳定，还是他们其实是不满意的，但是因为权力的差距很大，所以就是他们被 deter 了。那一个 satisfied 的一个 state， 他们会有一种特定的一个行为模式，另外一种是 dissatisfied but deterred state， 会有另外一种模式。然后我们接着再去看的是在东亚的这些国家跟中国的不同朝代互动的时候，他们是比较倾向于哪一种模式，从而能够去剔除说到底是文化这个所想的这种模式它可能是比较有影响力。所以你应该会看到是大多数的国家是满意于现状的，因为他们被文化这个东西所笼络了。那如果假设是权力在作用的话，那可能你看到的是他们其实是不满意的，只是因为权力的差距太大，所以最终让这个稳定还是能够得以维系。那是我第二个问题，就是不知道说这样会不会有助于这个文献进一步的推进。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想要请教老师，刚刚提到清朝，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非常的有意义。其实我有一个学弟谢汉辉，他也快拿到博士学位，他就是在做
清朝它的合法性的一个模式，然后它强调的是宗教力量，就是说它怎么样去跟蒙古跟西藏的不同的民族，然后产生一个约制性的一个力量。那我想请教老师的是，像您刚刚提到，比如说他们特别去强化自己是文殊菩萨转世这样一个说法，那您觉得他是这样的一个说法，或者说这样的一个策略，它主要是建立在就是说 power 是一个，就是它是能力的一个展示，还是它其实某种程度上面它是单纯文化，还是其实它可能同时糅合了权力作为一种能力，以及作为一种影响力，然后它是把这两者作为一种 fusion， 然后同时在运作，想请教老师的意见，谢谢。好，那就请王老那个魏梅娟魏老师，我刚才口误了，我说是政大东亚所，魏老师强调他说他自己是政大国家发展研究所的老师。谢谢吴所长，谢谢吴所长。老师，谢谢。就说有了蛮好，就您的问题，我的答案是也，就是说这种 legitimation strategy 是可以把物质权力和转化成成功的转化成这种政治影响力的一个关键，所以对您的问题是答案是肯定的。然后刚才任老师的问题我觉得非常的有趣的一个问题。然后刚听任老师讲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就是说以韩国的角度来看，因为我遇到一些韩国学生，他们常讲到世大这个概念呀，他们甚至还写用汉字写下来给我看到底是什么。就是以他们角度，他们觉得世大很辛苦，就是说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就是说在中国旁边对他们来讲有很多的不愉快的历史经验，就是说像你刚刚讲到派宦官去啊，那甚至要对那个对这个中国来的使臣三跪九叩啊之类，他们事实上都蛮有意见的，所以说对他们来讲是有一些历史的记忆在里头。然后他的确是会影响到现代，就是说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就是说以现代来讲的话，我们实际上要考虑到一个就是民族主义的影响，这个民族主义可能也影响到他们如何的看待过去的历史记忆。因为我发现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很多的目前研究朝贡体系很多是韩国的学者，然后他们采取的角度都事实上都还蛮积极的，就是说看这种朝贡体系，他们都比较正面的角度去看。那跟你刚描述的有点不大一样，就是说但有些韩国人现在对这种历史记忆是事实上是相当的负面，就是说他们觉得是相当的辛苦，而且常常被羞辱。那所以说的确这种历史记忆，像历史记忆也会在变的，就是说也会随着政治局势的改变，历史记忆在变。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 David Kahn 上他也讲到，就是说我们不能够用我们现在的民族主义的角度去看过去，因为过去没有民族主义。那他的观点是像越南是新月臣服的，就是他会看越南的使节，就朝贡的使节如何的赞美中华文化啊，如何这种真的是新月臣服。然后朝鲜的一些使节也是有这种这种情况，所以说的确这种朝贡体系事实上对现代是，尤其是对韩国甚至对越南来讲是有很不同的历史记忆。因为我记得就像最近香格里拉论坛有个越南的学者问那个中共的国防部长，就是说他们中国说都不侵略别人，他说哪有你一直侵略越南啊，对不对？然后对 啊真的他们历史记忆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实际上讲到朝贡体系，实际上就是说的确东亚国家上比较不接受呀，所以我同意您的观点，就是这历史记忆先很不一样。然后回到接下来泽民的问题上非常不好回答，就是说前提的确前提是不一样 premise， 然后很多的问题是在于说我们如何界定这些战争到底它的那种 boundary condition 是什么，是不是内战或是体系内的战争。那我知道就是说因为有个 correlated war data set 嘛，然后现在我想有些人可能想要东亚的也想建立一个类似的 data set， 但是
我实际上也曾经尝试过，但是遇到很多的问题，就是说到底哪些算作 interstate war， 就是说这就很问很，我那时候遇到一个很大问题，就是说到底什么是一个 state。那这是为什么我刚刚讲我们要回到比证，因为比证有很多研究的 state 的一些东西，但是这就很不一样了，就是说蒙古那些到底是不是 state。 那我知道有些历史学家认为说蒙古是用这个字叫 headless state， 无头的国家，就是说它是很 decentralized， 但是也是个 state， OK。 但是这个跟我们现在理解就是韦伯的那种说法，就是说那个合法的暴力这种的观点 又有点不大一样。所以对，我是觉得这个 effort 非常的好，但是连我自己我知道遇到很多的问题，就是说很多的 criteria 到底是什么会很不一样。但是你的问题的基本前提是对，就是说我们要比较欧洲跟东亚的话，我们必须要用同样的 criteria， 同样的这种标准去比较才有意义。那如果不一样的话，实际上就会 有点 apples and oranges， 我们这样比较是不同的东西。所以这个实际上我也没有很好的答案，就是我也很困难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如何的扣这些战争。我曾经试着去扣，我后来发现我一个头两个大，后来觉得算了，先放到一旁去了。所以后来就对我很希望你能够做得成功，就是说这个，因为我看过 correlated war 的 data， 很多讲到东亚战争根本很多都 miscoding 非常的多，你只要看的话，所以这个非常值得的尝试，但是我知道挑战很多。然后你讲到这种另外一个战争动机到底跟 nomads 跟那个汉化的国家到底有什么不一样，这个我觉得还很难讲，就是说他们的动机或许是不一样，但是 也可以看到说很多都是基于这种权力不平等或是说安全的一个影响。因为有个例子就是说清朝的时候曾经想要去朝鲜划界，然后那个朝鲜的使就是清朝派使节去朝鲜嘛，然后但是朝鲜的官员就是拖，然后或者说带清朝使节使臣到不同的地方去，因为他们划界他们想要对他有利的方式，所以说就一直好像带着他团团转，带着清朝的使节团团转一样。所以那个后来这个清朝也很生气，但是好像也 无可奈何。所以事实上很多都是基于这种势大的一个概念。然后但是的确中国传统上的这种安全威胁都是从北方来的，那所以说这种战争的动机或许会有不一样，但是可能我不知道就是说如何去 generalize 这个还是得再去思考一下子。然后你刚提到问题，就是说权力转移呢，实际上很有意思。就是说，知道我今年早期那个吴玉山老师有个会嘛，然后也是，实际上他的很多的理论，事实上我们是可以再去修正的，然后甚至可以把它用来看看东亚的。然后很多讲到底是 satisfy 或 dissatisfy 这个部分，是可以做，因为而且你也可以去看他们的一些文献，看看到底说他们是对这种关系是 satisfied 或 dissatisfied， 所以是有一个可能的。然后这个稳定是如何达成的，就是你前提是假设说真的有个稳定，然后你可以去找找出一个解释。然后讲到这种 capability 跟 influence 可不可以结合起来，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就是这两者实际上并不排斥。然后就是说但是以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说 capabilities 能够变成 influence 分开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它到底是可以采取各种不同的策略。那以我的论点的话，就是 legitimation 是个方式中间的一个连接，可以让这个 capability 变成 influence， 但是可能别人会有不同的 causal path， 所以这两个 fusion 是有可能的，但是要怎么做可能还得再思考一下。那还有没有针对于那个王老师有一些什么要提问，或者是线上那个雅慧，如果有线上有人举手，麻烦你让我知道一下。不好意思老师，我听得到吗？那是我听到声音，是秉培，对不起秉培，请您对请您提问，谢谢。
哎，王老师你好，谢谢老师的演讲，还有其他老师的提问，我从那当中学到很多东西，然后让我想到很多方面的问题。很不幸的是，因为我家小朋友的那个那边突然停课，我没办法过去那边听，我觉得非常的遗憾。老师，那个我有个想法是这个样子，就是说，刚刚任老师要提到一个查控体系，那个查控股的视角。所以我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对那种对查控体系方面的国关学者的研究方面有几个疑问，还有个几个想法这样子。第一个是说是，汉化跟儒家化到底是什么样的概念，或者什么样的动机，什么让做查控会接受这样子的过程？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说是，儒家化或者汉化这个东西是来说对查控来说一个好处，同时一个坏处。然后第一个就是说呢，透过汉化或是儒家化，可以加强中央集权化，所以对那些国家的君主或是那些人来说，透过跟中国互动，可以吸收那些文化，可以加强巩固内部自己的权利。那另外一个是可以学到一些相关的生产力相关的技术，可以又提高国内相关的一些力量。也就是说，我目前没看到其他国关学者研究当中没看到说是强调查控体系当中查控国的一种查控为了内部平衡参与查控体系的这样子的东西相关的一个论述的。我的意思说，听起来是那个我看到是很多中国学者、西方学者在强调说汉化这个东西，只强调一种这方面的好处，文化方面的或是安全方面的好处。这却没有提到说查控国就是经过儒家化或者参与那个查控体系的过程中必须面对的一种 risk。我的意思说，第一个这个很，第一个觉得说是在生产力方面，就技术方面来讲的话，明清时期的话，这时期呢，就对查控国来讲已经没有得到技术方面的提升。元朝时期过后了，不用再接受技术方面，但是在制度方面还需要依赖中国方面的文化。问题是说呢，接受中国文化之后，还要接受那种参与这个中查控体制之后，一个必须面对一个问题，就是说是中国不应该变成威胁本国的对象。也就是说，他一旦参与查控体系了，然后，已经对中国表示称臣之后，如果中国对他表示一种威胁的态度的时候，他很难回应中国王朝的王朝，这是个查控国的一个 risk。所以说，我想说的是说，很多那个文献当中提到说是，查控国参与透透过参与查控体系可以得到稳定。不过他查，不过从那个查控国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一直会感受到一种，查中国方面的一个就产生的内部冲击，因为他得到的得到透过虽然得到稳这种国际关系上的安全上的稳定，不过却反而会受到那种必须要面对国内的那个查控国君主的地位的我的方面的不稳定的性，所以说，查控国他们越参与那个查明清朝的体系的过程当中，他们必须把中国天子跟现任的中国皇帝区分起来，也就是说，新来的，比如说韩国的一些保守派，他们是把美国的这个角色跟川普这角色分得很清楚，一段时间这么做。因为川普有些做法对他们很不利，所以说他们虽然表示亲美，但是他对，川普表示过一种负面的态度这样子。我想提到这方面的一个问题，因为我常老师的演讲当中没有少提到那种查控国方面的一个视角这样子。谢谢老师。好，我不知道王老师能不能听得清楚。不是很清楚，因为声音很小。我听起来会是的意思，其实是延续冷老师谈到，
在有关于这个朝贡体系之下，可能一方面有可能是对于中国的这个朝贡体系，但是有可能导致他国内内部的一些政治不稳定。那所以呢，韩国学者他们在研究的时候会把中国跟对于中国的君王这两个把它区分开来，就好像我们现在他们对于美国跟 Donald Trump 两个，就是会把那个 leader 跟那个国家两个把它区分开来。那个秉培，是不是这个是您的意思？对，是查共国那个一直感受到这个压力，因为他想得到稳定，但不想受到国内方面的一些负面影响这样子。然后也是说不希望得到，就是对于那个体系的一些的过于顺从，甚至于被羞辱之后，导致他们国内内部的不稳定，对不对？对对，所以他需要调整这个问题。然后另外一个可能性说，另外一个想说的是，因为其他目前的一个国关相关的文献就提到是外部平衡的议题。不过查共国来说，参与查共体系的一个目标之一是就加强内部平衡，就这样。Okay. 这一点，对，谢谢。好，谢谢。那除了秉培之外，有没有人对于那个王老师还有什么要提问的？哦呀，润瑶，润瑶是我们政治所之花，来，我们的宝贝，来。好，那个，首先我觉得这个今天王元刚老师的演讲，好，就是说。讲的这个是说在目前在国际关系学界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概念，所以我觉得我也就是说从中学到许多，也可以说以后把这些国际关系理论哈，以后可以放到自己的研究哈。那就老师您刚刚提到这种比较大的概念，比方说 hierarchy 啊，还是说这个 power 啊，或是 order 这个事情哈，您刚刚在的这个您的这个演讲刚提中说哦，其实国际关系学跟历史学者哈，对于这个有没有朝贡体系，或者说朝贡体系这个适用性哈，有这个辩论。那我是想请问，就是说老师您会不会觉得说，你说您现在的研究是专注于这个中国的朝贡体系哈，对不对哈？那就是说中国的朝代的演变哈，或者说中国跟他们这个 Sinicized State 哈，就是跟他邻国或者说高度相关汉化国家的这个什么关系啊、战争啊、外交交往，有没有可能在以后哈，或者我们把它放到这个亚洲研究里来啊？那我们再把这个朝贡体系中的这种hierarchy, powers, authority, 看到不同的哈，不同的朝贡体系哈，比方说，其实在这个东南亚国家哈，比方说像这个马来西亚以前的是叫做马六甲国家哈，对不对？然后还有这个印尼啊，当然印尼是现在我们称作的印尼，那当然以前的时候他们的这个。在东南亚国家哈，在这个泰国、缅甸、甚至越南哈，这些国家他们会成立在一个叫做像曼陀罗哈，这个中文叫应该是叫曼陀罗，那英文叫 Mandela 这个体系哈。那这个体系的 hierarchy 哈，或者说这个 ordering 哈，其实是跟中国非常不一样哈。如果说我们也称曼陀罗是一个体系的话，这里面的权力关系哈，或者说 diplomatic practice 或 ritual 是非常不一样的哈。那所以也在这边哈，我是想要请教王老师说，您对于说，如果说同学们哈，说我们同仁们想要真正来研究关于 hierarchy 啊，或者说权力不对等哈，有没有可能在不同的这种tributary system 之间做比较，这样。那王老师，我先就秉培的问题先回答一下，就是说，像这种朝贡体系或者说怎么样子，是会影响到国内政治的。但是目前国关学界上对韩国的研究实际上很有趣，就是说我刚那本书有一本叫居庸利他的书 China's Hegemony， 他这样跟你的观点是相反的，他反而认为说朝贡体系。用到韩国的国内政治的话，可以增强某一派的合法性，就是说朝鲜就是国内的假如说有两派嘛，如果其中一派得到中国
皇帝的册封承认的话，这一派的合法性增加，他可以在国内的斗争胜出，最后可以继承皇位，所以说是会对国内政治有影响的，但是就是说至少在历史上，就是说这些国关学者研究是认为说，事实上朝贡体系事实上是可以增加韩国国内政治某一派系的合法性，如果他得到中国皇帝的支持的话，他的合法性会增加，所以上 也有，但是这个 很有趣，就是到清朝的时候又不一样，因为清朝实际上认为是胡人嘛，那所以说实际上清朝跟朝鲜的关系实际上就有点不大一样，那所以说我实际上个人觉得说，我们研究清朝跟朝鲜跟明朝跟朝鲜关系实际上是很有趣，实际上会看出有点不同的地方，然后的确现代来讲的话，就是领导人跟国家上是有一些区分的。然后刚润瑶的问题也非常的好，事实上我刚刚有提到一本书叫做Henry Spruit 的，他那本书的 World Imagine， 他做就是像你讲的，他研究那个东南亚那种 Mandela 那种曼陀罗的体系，然后跟中国的朝贡体系，还有一个回教世界的一个体系，然后事实上就是说国关学者目前的确有研究不同的，也不能说朝贡体系啊，就是不同的这种他叫世界体系，那的确是可以做，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说以我们做东亚来讲，实际上也应该未来该走的一步，就是说如何跟其他的世界 的 case 案例如何比较，不光只是做东亚的，然后事实上目前就是说有些别的地方的已经把东亚当作一个 case 跟欧洲或者说跟其他的世界比较，但是我觉得我们也可以以东亚为主，但是加其他的世界，把欧洲的拿进来，或者说东南亚、非洲或是中南美洲拿进来比较。那另外就是说朝贡体系上也有人研究，就是像日本 也曾经有自己的类似的一个朝贡体系，甚至越南也有，东南亚也有，就是说像在各种不同的地方都有类似的关系，但是以中国来讲它有点不一样，就是说它是用儒家文化的那一套，然后别的地方可能它的上有点不一样，但是也是要朝贡，但是它的那个性质又跟中国的有点不一样，所以说事实上也是可以研究的，就是说就未来上有很多可以做比较研究的地方相当的多。好，文清最后一位，我得让吴老师把王老师休息一下。哎，文清，来，您请说。不好意思啊，我问清政治所，那问一个门外汉的问题，因为我是做比较政治的，对国关是完全没有什么概念。那大概问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关键就在于说，听起来就是觉得，我觉得朝贡体系好像就是有不同的就是说法嘛。那我现在比较好奇的就是说，假设我们现在有一个，就比如说如果我们从做量化的角度来看的话，那我大概会知道说，如果我们要去看说朝贡体系对于我们的体系的和平到底就是有没有帮助嘛，那大概我们就会去说，这一年到底这一组国家有没有所谓的朝贡体系嘛，那我们大家就给它 coding 就是这样 ,1,2,3,4,5, 就我们往下 call 嘛，那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个状况，就是可能突然有一天或者有一年，那就是没有这个朝贡体系，那我现在想要问一下，就是说这些目前在做这样的研究的人，他们有去处理这个朝贡体系彼此之间的就是 variation 嘛，就是说同就是一直接续下来的，因为对就是它可能是强弱，或者说它到底有没有存在嘛？因为对我来讲，就是说，就是就是像刚刚王老师报告很多 case 里面，就是说，哎，这里面朝贡体系发生作用，那当然会有人跟你讲，哎，朝贡体系这没有发生作用。那如果我们从一个比较资料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会比较好奇的就是说，那到底如果这些所有朝贡体系的人的这些人，那到底就是说这个朝贡体系是一直都存在吗？还是说它消失，它有可能会消失或瓦解？那它瓦解的时候，就是会不会就真的造成就是说所谓的不稳定的存在？大概我比较好奇的是说，从经验上面，因为目前大家看起来就是说，我会觉得目前各位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这边好像有一个朝贡体系，然后用它来解释当时的和平，可是那边有一个。那但是我的理解是，应该不是说朝贡体系从以前到现在都存在嘛，因为这里会有所谓的 gap 的问题。那我现在至少从我断断续续听到跟各位讨论，或是王老师你刚刚讨论，就是说我们并没有去听到一个就是说朝贡体系当它走向一个不稳定的时候，到底怎么去解释说那时候的国际秩序的状态。那这是我比较好奇的啦，但是可能应该有人做，但只是我就是书不读不够，所以想要知道一下，谢谢。
这很难。那王老师真的很难。书也读得不够，因为我不知道有没有有人这样。如果有人知道的话，我也很愿意提。不过就像你讲，这是一个可能的做法，但是前提是说你要怎么 measure 它的强弱，而、你的 measurement 要大家都觉得是很合理的，这是个挑战呀。就理论上是可以做得到，就是说你看这个操控体系的强弱，然后跟体系稳，这两个是可以，两个 variable 是可以做。那我觉得关键是你的 measurement 到底能不能说得过去，这是个关键呀。但除了这个 measurement 之外，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 control 嘛，好了，就是说你的跟权力的 variable 比较，就是说对，如果它的强弱跟权力的强弱是一样的话，那这样是操控体系还是说是权力的因素？所以理论上是可以做，但是实践上可能是个就看看怎么做，是个挑战。Yeah. 因为时间关系啊，我猜想大家一定有很多的疑问。那我们今天就特别谢谢王云刚王老师。那如果可以的话，今天下午是5:30，我们会在 lobby 这边集合，然后一起用餐，然后或者你可以在 panel 完了之后再跟那个云刚老师再交换意见。那我们就以最热烈的掌声谢谢王老师今天的前来，谢谢，精彩的演讲，很棒，谢谢。